了，今天选择了相信恩哥的粉丝再一次获得了这个市场丰厚的奖励，别人吃不到的肉，恩哥带你们吃。上周四、上周五、上周六，恩哥声嘶力竭，扯着嗓子连续三天告诉你们，现在千万不要绝望，千万不要被吓跑，最好是持股过节，安心过节。结果呢？恩哥的预言再一次实现，今天的 A 股市场用一根大阳线点燃了春节第一发炮仗，不仅指数大涨，更有超过2500家公司集体见红，各个行业、各个板块同时传来捷报。市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如此红火、如此良好的氛围。此刻，不知上周含泪放弃、脆弱离场的人心里啊作何感想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投资靠的是理性和逻辑，而不是感性和情绪。谁要是被情绪影响了逻辑，那谁呀就落了下风。你看，在上周最绝望、大家四散而逃的时候，北向资金完全是在拿盆拿桶来接筹码。现在人家的操作一下就彰显了格局。为啥别人叫聪明钱？为啥人家是风向标？都不是靠吹的。今天北向资金依然疯狂吃货，趁买入通道关闭之前，在市场里大肆采购置办年货。这场面，恩哥看只想说一句，心里啊有底了。对了，恩哥还没放假，今晚8点依然为大家准备了一场扎扎实实的直播，要在今晚发给各位。进入直播间，气氛搞起。正所谓红红火火过年好，胸有成竹没得跑，提前布局没烦恼，静待市场创新高。好了，我是恩哥，该上车。